两行这块大肥。主任，有个叫韩退之的囚监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段部主任，段部主任，韩老板，哎，好。华州现在是兵荒马乱，您不顾及个人安危到这儿来，有何公干呢？哎呀，还真有急事儿。坐就说。哎，好。主任啊，知道您忙，我简单解说。是这样，这个利文斯顿先生让我替他给您带个话。他们泛美公司要跟党国做一桩大买卖，为了收购两行，滋生了那么多的是是非非，连港府的上层都惊动了，你们还不死心呢？您都知道了，真是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您端木主任的法眼。现在党国不是要撤到台湾去了吗？两行这么大的企业，不管在台湾还是在香港，都装不下，还真是不如卖给泛美得了。两行是党国多年苦心经营的产业，本人无权决定它的去向。是啊，但是大厦将倾啊，这大树一倒，猢狲自然就散了。你说谁不替自己的后路想想？党国生死存亡之际，本人无暇顾及个人私利。段部主任，您对党国的忠心可见，本人佩服。但是。这漂亮话谁都会。
江长，好消息！今天报纸的头条，港府撤销临时暂时法令，现在启德机场向所有的航空公司全面开放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总算是暂时度过了一个难关。是啊，这次聂云开确实帮了大忙，给我们找到了人证和物证，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。我觉得。 他应该不是共产党的人。共产党的人巴不得咱们两航的飞机飞不去西南，为战时效力。父亲，是我。 我会向两航劳动传达的。国防部下令，西南战区的空运工作暂停。为什么？粤湘赣的防线都已经被突破了，广州眼看着就要失守。 上峰下令把两航的飞机工作人员全部撤回，协助国府从广州撤离。东弟，想想以前你的生意是怎么做起来的？ 还不是四合和我罩着你，啊！签了他，以后还是跟着我和四合干，你不会吃亏的，啊！放心。呀，谢谢，好，看，和这一块。 你怎么不签啊？你为什么不签啊？我爹说了，只要你签字同意转让出你名下所有的股份，我们就有钱去美国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所有美好画面。 我们可以一块儿去实现了，多好啊！嗯，你不知道，身为华航的股东，私下里出售手里的股票，会遭到董事会的驱逐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想不想跟我在一起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华航是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轮船，你干嘛非要跟他们同归于尽呢？ 伯父，华航是我爹一生的心血，何况他跟我说过，华航也是国家航空业的希望。哼，年轻人，来，听我这个过来人给你说几句心里话。女人天生就比男人干净。如果一个男人身边有一个冰清玉洁的女人， 那可是他一生的救赎。你看看安娜，她像女神一样的美丽、纯洁，最重要的是她爱你。你曾经许诺过呀。
你为什么把华航的股票卖了？人家韩伯父出的价钱，谁？韩翠芝，人家出的价钱合理啊！再说了，我出售的是我名义下的股票，凭什么不能卖？价钱出的高你就卖啊？唯利是图。那韩翠芝在股票上搞什么名堂，你不知道啊？ 他先抛出了一部分两行的股票，放出风险，让散户们惊慌。紧接着，趁低吸纳，又在大量的收购回两行的股票。他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在逼宫。他背后的金主是谁？你不知道。泛美航空，利文斯顿想吞并两行的野心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说你这么做？ 你是帮人家还是帮两行？那两行现在是内外交困，这个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韩翠芝，哎，先甭管他用什么手段，那两行的股票就一直在跌呀，这事实吧？那既然现在有人愿意收这烂摊子，那我们就应该学会审时度势嘛。爹，那韩翠芝说了啊，他愿意高价收购你手里的所有股票。 我建议啊，你管他是咋这爹的，我们全部兑现，我们全家搬到美国去，这多好啊，对吧，奶奶？你是糊涂的不能再糊涂了，是吧？你还记得吗？抗战刚胜利的时候，泛美就把华航四分之一的股份转让，提取了358万美金，赚了大量的利润。这次又来这一招，我告诉你。 华航要是真落在泛美的手里，那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被他们拆开卖掉。哥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来瓜分华航呢？这，你们就会责怪我是吧？那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替我考虑？那我就想跟安娜在一块儿，我就想去美国，那你们就凭什么逼我留在香港这破地方？ 我完全是为了我们全家着想，樊慕云，你简直自私自利到了极点！你懂个屁！你能不能不说话了你？我真的是为了我们全家有更好的生活。走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走，爹呀，我真的是为我们全闭嘴，奶奶。 你都替我说两句话呀，老罗。哎，老夫人有什么吩咐？替少爷收拾东西。好，好，好。奶奶，你也要赶我走？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。等你搬出去。 你一个人自己静下来，有很多的时间，你可以扪心自问，你这一次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一次啊，你的确是错了。你为儿女情长，你竟然不顾民族大义呀！奶奶，也帮不了你。啊，行。你们都这么讨厌我是吧？啊？ 我走，我现在就走，我马上就走，我到哪儿活不了啊？啊，走。哎，少，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儿子？我那儿有提及的首饰，你拿去变卖了吧。呀。 华航遇到了劲敌，儿啊，你要冷静对待。我知道你不会输的。放心吧，娘。谢谢你。可是问题是，韩翠芝有泛美的资金支持，我们两行如果没有国府的资金支持，很难抵抗住这股
大规模的恶意收购，还望子平兄一定向上面反映一下，能否给两行资金支持。关键的关键是要把股价拉上去。妙珠老弟，党国现在到处是亟待解决的大事，迁台柱像事宜，处处吃紧，拿不住钱来帮你呀。可是。 现在两行面临的是生死攸关的难题啊，子平兄，你现在应该到广州来一趟，这儿几十里外已经是炮声隆隆，到了这儿你就知道什么叫生死攸关了。我现在是焦头烂额，爱莫能助。子平。 在座的各位，都是还没有抛弃华航的老朋友们。谢谢大家。耀叔兄，听说韩退之对外宣称要全面收购市面上所有华航的散股，并且已经开出了诱人的价格，不知我们华航有什么对策吗？王总。 韩退之也私下找过我了，面对着真金白银的诱惑，说句实话，不动心那是假的。我们几个都看在跟您的交情上，所以都是硬撑着没有卖。诸位的情谊，樊某感激不尽，请大家放心，华航跟远航很快。 就要开拓新的航线，这利好的消息一公布，我相信股票会涨上去的。我绝不会让诸位的资金受到任何损失。樊老板，您太乐观了吧？你来干什么？<笑>我是来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广州就要失守了，共产党的部队一路南下。 过了深圳河，咱们香港可就要遭刀兵之灾了。妖言惑众。香港是风水宝地，这仗打不起来。香港现在市面一片萧条，股市一路下跌，到时候你们手里的股票将会成一堆废纸。不过。 我这人生性好赌，如果你们愿意抛，我就全部收。大家可以考虑考虑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啊，不打扰，告辞了。诸位，今天我樊耀处在这里表一个态，我就是砸锅卖铁。 也绝不会让华航的股票再继续往下跌，请相信我。
樊耀初和殷康年作为大股东，就是不肯抛售他们手里的股票。啊，我知道，你花了钱想尽快的看。向他传达一下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关于沈夕言的。快拿出来啊！组织上对沈夕言的政审有了新的结论。念啊！认定沈夕言的政治背景是清白的，他一贯在政治上要求进步，和曾经身为国民党官员的继父毫无牵扯，是可以信任和发展。遇见了一位好姑娘，亲爱的好姑娘，天真的好姑娘。
玉兰，我接你上班。 哎，五哥，哎，五哥，怎么着？有活要干啊？滚开！这边待着去。没事，这还没，五哥，你看，咱们是有交情的，对吧？啊，是，我知道。那上次的事儿啊，我给搞砸了，七爷看我不顺眼，我一直想出点力气把这个面子扳回来。五哥，给个机会吧。好，走吧。嘿嘿，谢谢五哥大人，谢谢五哥大人。 走走走！你赶紧告诉我哥到底去哪儿了？我爸现在为了华航日夜操劳，可他呢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发完脾气了？你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是不会让你们俩见面的，不然非吵起来不可。 太伤兄妹感情了，而且，你哥就是为了你们家的利益，才极力劝伯父退出华航的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华航招不保系，就现在这样的状况，范伟跟我爹提出那么优厚的收购条件，换做别人早就答应了。真不知道你们还在硬撑什么。是。 你也知道，华航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，所以呀，身为一家人本就应该互相帮助的，可我哥呢，不声不响的躲起来了，这哪还有一家人的情谊？还有我爹说了，华航是中国航空业的希望，他不能眼看着这样毁于一旦。你怎么知道被人家收购就一定会被毁掉呢？还有，你忘了你们是避难逃到香港的？ 你们嘴里的国家和民族要还记得你们是谁，你们还会落到这种田地。安娜，你和你爹的想法这样太自私了，你们这是在逃避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。就你爹说的是对的，我爹说的就非得是错的了。好了，我不想跟你吵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。安娜，我这次来呢是希望你能帮我劝劝我哥。 劝他回家帮我爸帮华航，好吗？就只知道劝你哥回家，帮你们，帮华航。为我想过吗？谁来帮我呀？谁来帮我们家呀？安娜。 我们这么好的姐妹，难道要因为长辈们的生意而翻脸吗？我都自私了，我都狭隘了，我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安娜，安娜，你真的要跟我绝交吗？绝交就绝交！你怎么就啊？疼啊！
站住！江雪，江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坐。来得很早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江雪刚刚被火蒙面人抓走了。看清是谁了吗？有个穿铁手的人把我推倒了，我谁都没看见。穿铁手？啊。黄江。黄江。你们今天带这么多人来，这是？这不是我最近老跟曹大老七在一起吗？那都是他的手下。哎，老板，都养成习惯了，啊，多见谅。姚树兄，华航的股份我已经收了不少了，还就差你这部分了。如果我把我这点签给你，那么华航十有八九的股权就都在你这儿了。准确来说，应该是在范美手里了，对吗？你管在谁那儿呢？做生意嘛，大家就是图个利。不，这是个大事。你容我点时间，好好再考虑考虑。我容你，谁容我呀？我劝你还是签了，千万别逼我做出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呀，今天就是来签字的。这个股份转让书，你签也得签。不签也得签。那我要是不签？啊，韩小姐。那叔樊伯伯呢？在里面。爹，樊伯伯，小雪被人绑架了。韩退之。哎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怎么回事？江雪被人绑架了。是啊，爹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放心，香港这么大点地方，爹一定把江雪给找回来。哎，老七，赶快通知你属下，马上出去找人。是。这事跟你没关系吧？不是你绑架的江雪吧？你把爹想成什么人了吗？行了，快回家吧。啊，爹在有事商量，回家等。你放心啊。爹，你一定要替我找到他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一定一定啊！爹向你保证。哎，不要在这等江雪回来。回家，孩子，听话听话啊！爹，你一定要找到他。樊总，别着急，明天正在积极想办法。姚叔兄啊，你们太卑鄙了！哎，做生意嘛，就得不择手段。行了，咱们都挑明了，坐下说吧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咱们坐下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还不能走了，这事儿你知道了就走不了了。坐吧。坐，请坐。
迷雾遮不住归途，时光苍老了荒芜，奔向你不管千辛万苦，去拥抱一颗心温暖如初，云图散落在夜雾，半生虽不过沉浮，梦一场揉碎他乡故土，是爱你这夕阳纯洁江湖，向北飞，飞向北，回归。